佐敦澳口一直以光速餐和另类的服务态度闻名于世，近日就有网民贴出澳口门外的休息告示，中秋将会连放三日假，不少网民都称赞是良心企业，因为在饮食业界入面可以在新年假期之外全体员工连放几日，实属少见，老板有本事，伙计好开心。但都有网民认为澳口平日都赚够，加上是自己铺头不用挨贵租，所以才没好像其他食肆那么进取。另有网民贴出另外一间名店九记牛腩的告示，其实接下来都会连放三日假期，